嘿哟，大家频道，我是小峰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教一个新的东西，是在 Sony 有一个说，就是讲要如何做到这种 video 呢？OK， 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来教大家如何弄。首先要一个 video 咯，大概是这样的 video 啦，要有电影的感觉一点啊，这种有电影的感觉。就是这样电影的感觉，之后我们就按这个 pan and crop 这四个。首先呢，我们要你一开始应该会看到这两个是像这样子的颜色啊，你就 uncheck 掉哈。还有这个记得放去 y 的 move in y only。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按这边，然后拉下来。然后如果讲你如果是细的话，没有理由看到这一个东西的嘛，所以我们就移上来。OK， 完美。就那个角度大概自己调一下，这个要几颗啦，就大概是这样。然后你再看，就不同的感觉了，有没有像电影？此外，我还要讲另外一个东西。就是这样啊，这样在这种就这样，你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电影的 feel， 只是讲这边这样子不好吗？两个黑黑不好吗？谁都会动啊，是不是？然后我们就加一点 effect 给它，按去 video effect， 然后去找 brightness and contrast， 这边直接按着放进去，然后这边就你就可以看着这边调下了。我是我自己的 list 啦，这边是放24，然后这边不要动，然后你不然的话你可以放暗一点，我这个也没有什么影响的，只是讲比较亮一点就知道，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再看一次。它的整个 video 的颜色就会不同去哦，当然现在 preview 有点 lag 是这样，就是你一弄出来就没有 lag 哦。就是那么的简单，所以大家想要做一个电影出来的话，可以用这个方法啦，微电影也可以，这种方法，你看很多微电影都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喜欢的话就 like share subscribe， 就这样子啦，拜拜。